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好难讲噶，唔知噶。再收8000咁点我都点知啊？再8000又嚟咯。唔係，因為我覺得，因為啱啱喺 Netflix 上咗個成績都真係幾好，咁所以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搞個戶外嘅欣賞會咁咯。同埋一陣個記者會都有啲絕密片段嘅新嘅，係啦，咁啊，等大家留意一下啦。你試過喺個戶外咁樣睇景喺香港？未，我未試過咁大個人都未試過。外國都未試過。未試過真係，未試過户外睇戲。我咁大個仔未見過有户外嘅戲院嘅。有冇？我見過，冇去過。好，好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定期揀啲戲，再喺户外播。諗下啦，唔係因為其實你真係做一個户外嘅播放咧，其實都有好多。天時地利嘅問題，即係譬如話，我都前幾日都驚今日落雨嘅，咁點知原來今日真係好好天，係咯，咁所以都有啲天氣問題咯。其實全球宣傳，我哋除咗喺全球一啲大嘅地標賣咗廣告之外啦，我而家其實都陸陸續續做一啲外國嘅媒體宣傳嘅。係啊，咁都係有電話做或者用 Zoom 去做咯。咁啊，因為嗰個疫情咧，始終都係我哋仲要拍嘢啦，咁所以未必飛到去嗰度做。咁啊，通過 Zoom 去做。咁你有咩興趣做下？即係兩個一齊做呢啲宣傳，即係我哋一齊出埠。出埠做宣傳？係啊，即係好耐冇試過喎。我真係好耐冇出埠做宣傳咯，唔係講笑。但係而家就我諗，呢個科技嘅關係咧，其實大家。都已經不需要真係踏出個門口啊，咁樣就已經係周圍都見得到佢啊，咁樣嗰啲咁樣嘅。但唔係咁好咯，要親身去先至好咯，我覺得親身去先至。咁啊係，咁啊你冇理由睇完佢又雜啲就唔使去使佢啦，即係啱啊，即係個係親身見都好啲嘅，但係我相信都要有多啲耐性先啦。會唔會帶埋嗰幾副裝甲出去？佢唔使噶，佢淨著住飛去就得噶啦，飛機都唔使坐，就咁走先啦，咁多位搬。你喺邊啊？我入啦，我。幾好喎！答咗你噶啦個問題。明日戰記，因為麥羅緊搞緊《明日戰記》前傳嘅動畫版咯。系咯，咁啊都同埋我又拍緊戲啦，系咯，咁所以都一直咧籌備中。見你有睇到你？睇唔到，你當睇唔到，睇唔到。睇唔到，睇唔到，我一耷低個頭啦。聖誕我因為拍緊戲啦，要工作啦，咁但係當正日嗰日都會同屋企人食個聖誕大餐咯，係咯。我都可能會有個。小聚會咯，小聚會，因為其實呢幾日個數字又跳得咁犀利，係嘛？我覺得都係要小心啲好啲嘅，因為大家真係明白，即係會影響到好多身體唔好嘅人，或者影響到好多老人家，即係大家盡可能都小心啲咯。我聖誕日就聖誕當日就飛去馬來西亞開工啦，係啊。哦，係喎。係啊，26號開工咯，係啊。拍緊一部電影，另外一部電影在馬來西亞拍。你而家拍緊？我而家拍緊電視劇，係啊，係啊，而家拍緊電視。即係都係兩部戲拍。係。我拍緊烏蠅。你咁講完就會用多戲揾你。唔係，我嘅計劃都係出年開始嘅。即係可能已經睇緊啲。其實決定咗一啲嘢㗎啦，都係出年做㗎啦。因為而家都12月啦，一直係出年啦。其實都唔使太太講嘅，咁我諗都要睇翻下當地嘅環境先啦。即係好多地方係開翻，但係好多嗰啲地方如果真係爆得好犀利嘅，咁你去到食唔食飯咧？
咁啊，就算你買翻啲食，咁你都去食下嘢咁樣。咁食嘢嘅時候係咪唔除口罩食咧？咁如果真係萬一有當地發生咗唔好彩中咗啦，咁你是否能夠講到當地嘅語言咧？或者當地嘅語言你是否懂咧？咁都有啲要去考慮啦。小心啲啦，冇事嘅。嚇、啊！你唔係啊，個問題唔係唔怕啦，你最近明日正要規格去食咪得咯，一定冇事。咁我老婆點啊？哦，係喎，有冇女裝？唔係，我覺得因為小心嘅事唔係自己嘅因嘅，唔係自己嘅因。即係我如果我單身嘅咩咁樣，咁我冇乜所謂。但係因為其實天年唔好講，即係你每一個人都有親戚朋友啊，有好多嘢，或者你即係影響好多事，所以。很多人成日都話聽天由命啦，咁我覺得你少咗心先啦，少咗心之後先至聽啲人，即係可以做咪做好佢。有黃永峰先生一齊嚟到台上面同我哋參與呢個大合照儀式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erman 嘅 German。咁首先恭喜名人戰記得到一個好好嘅成績啦。咁同埋今日一個咁好嘅天氣、咁好嘅環境、咁好嘅地方，可以大家欣賞到呢套戲。咁希望大家可以今晚盡情 enjoy。Thank you， 吳兆軒。大家好，我係吳兆軒。其實頭先聽到你話第一次喺 Netflix 有咁好成績嘅一套電影，我好感觸嘅。都回想翻好多自己第一次拍攝啊，第一次喺戲院見到自己或者 Netflix 見到自己，希望以後可以同電影一起經歷更加多嘅第一次，同香港電影一起繼續努力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每一部每一部嘅香港電影。多謝大家。到邊就犀利啦！一係就唔合作，一合作就為一部我哋香港電影票房第一嘅亞洲電影演唱主題歌，分享下感受先啦 ，Vinka。我梗係覺得好榮幸啦，因為其實一開始。收到呢一個邀請嘅時候咧，我自己都覺得嚇係咪真㗎咁樣？咁結果真係好多個謝場啦，一齊去過啦，我就覺得原來真係好多人都好中意呢套戲啦。跟住我自己都有少少覺得驕傲，係好開心可以唱到呢一首歌，代表呢一個電影係能夠身為一份子都好驕傲嘅事情。係啊係啊，阿邊咧係啊，大家好，我喺身邊，我都非常之開心、榮幸同埋感恩可以參加即係 join 呢一個咁大嘅 project， 我因為真係一件唔簡單嘅事啊，所以可以參與佢嘅主題曲係實在係即係太 wonderful 啦、yeah. 我諗對於每一位嚟講咧，都係非常之難忘同埋值得驕傲嘅一個參與嘅製作嚟嘅。